接下来的交通意外消息，镜头带领到台东市六号的晚间九点十五分左右，台东警分局是接获了民众报案，表示在市区中心路六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而警方到场后了解，因为马姓驾驶的自小客车回转横越道路，与往市区方向的小货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双方驾驶以及小货车车上两名乘客共四人有多处擦伤，所幸都没。 有生命危险。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天雨路滑，一辆小货车横倒在道路上。 六号晚间九点十五分左右，台东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市区中心路六段发生交通事故。而警方到场了解后，因马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着中心路六段从东向西进行回转横越道路，并无注意到路况，因此与行驶在中心路六段往市区方向的小货车驾驶吴姓民众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小货车上两名乘客共四人多处擦伤。 不幸无生命危险。本分局昨日晚间九点十五分左右接获民众报案，在台东市中心路六段发生交通事故。经远警到场了解，是马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六段东向西做回转横越道路，至事故地点时，与行驶在中心路六段往市区方向之吴姓民众所驾驶自小货车发生事故。 双方驾驶及小货车上两名乘客共四人均有多处擦挫伤，无生命危险。经远景实施酒测，双方驾驶均未饮酒。本分局在此呼吁：汽机车驾驶朋友，不论开车或骑车上路，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切勿违规跨越双黄线行驶或从外侧车道强行左转及回转。 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云警也针对双方驾驶实施酒测，均未饮酒。而台东警分局也呼吁汽机车驾驶朋友，不论开车或骑车上路，应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切勿违规跨越双黄线行驶，或从外侧车道强行左转或回转，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就祥杰，台东市报道。